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。你现在自己给我搞成报废了呀！现在，大天亮，那个到女生寝室了，那赶紧回去吧啊！我还要去忙呢。偶像，我不敢回去，我害怕。你害怕啥？我已经把你送到这女生寝室门口了，再走两步路就到房间了，你说还害怕？你不知道那个寝室里面那些阿姨们打呼噜晚上特别可怕，有些人是有些就是毛牙，然后特别恐怖，我感觉我在做梦，所以我不想回寝室。你不想回寝室？嗯。那你让我就是把你送到寝室门口是干啥？哎，反正我不想回去，要不我现在直接我睡在这个车子上吗？我们这个车子这样子，那后面就像一个床一样的，好舒服。你睡车里面？对，这样子睡吗？我现在我们两个，你也睡吗？没事。你赶紧回去，赶紧回寝室，我一会儿开车，我还要回去呢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我不回去了，我现在你睡这里嘛，你看你得快点调一下，你不是你试一下，真的很舒服，直接睡这里。睡车你怎么睡嘛？你睡嘛，没事的，你看这样子，我陪着你，我们两个都要一起这样子睡就好。然后明天早上你还可以早上起来可以看得到我，反正我不想回去。你就想睡在这里，这样子睡好舒服呀。你不回去对不对？嗯。你想睡车里对不对？嗯。嗯。你那个到那个女生寝室那边来接我一下啊，马上啊。啊。快点分。我现在真的。迅速的过来啊。没必要，真的不用让他来接你了，你赶紧睡这里，你不信你试一下，真的。你喜欢睡这里的话啊，我就回去了。我拿该拿我的东西，你睡车上，那你就睡吧、啊。不用了，偶像，你赶紧在这里嘛。没事。偶像，真的，你睡，我一个人害怕的呀。啊、你睡吧啊。偶像，你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，我一个人害怕。不，你喜欢在车里面住，你就住就行了啊，车都给你住吧啊。你看，偶像，你等我，真的，把我一个人。哎，把我送到房间，快点。你自己睡吧，你自己在车里面睡吧，拜拜，再见。大漂亮。偶像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你看看几点了？现在，十点半了。这早上八点半就要去工地里面上班了，你怎么迟到了？我现在准备去上班，我昨天晚上睡的晚，没想到睡过头了。快，赶紧。哦，我车呢？你的车？啊，你要开那个车是吗？啊，对，我那个车没油了，我要开去那个县城那边去加油。你不是还有其他车吗？你就开其他的车吗？其他那个车我司机在开的嘛，我要开去加油。你那个车你放在哪里吗？我看到那上面，我停在那里。你去，你车钥匙给我。好吧。快点，你都已经迟到一个多小时了。嗯。快点。嗯，在那里。好，快点，迟到了，你知道吧你、干嘛呢？哎，这怎么还盖着一个毯子呢？他们不是说那个盖着毯子好，不然的话那个被太阳晒就不好，那个发动机。前机盖的发动机对不对？嗯，所以、我以为你在为了你的这个发动机，所以把我的毯子弄出来给你盖的。行，拿了吧，走，快点。不用拿了，我现在就直接这样子走吧。这样怎么走？那一会儿风吹就吹坏了。没事的，不影响你开车的。你干嘛呢你？这毯子都起球了都，这还放了石头，干嘛呢？这样子。这是我车吗？哎，对哦，昨天晚上好好的，怎么变成这样子了？我昨天交给你的啊，你干嘛呢？这个怎么开成这个样子了啊？怎么发动机要报废啊？你跟我老实讲，这车到底怎么回事？那个，昨天好好的，我也不知道呀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什么好好的？我还不说实话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就是昨天你走的时候，你把我丢在那个路上嘛。然后我在想，这个车子放到那个路上不好。然后刚好我在想，在这些阿姨们面前装一下逼，就是炫耀一下。没想到我就开回来的时候就撞到那个护栏杆了。就从车停在那个地方走路到寝室就200米，你200米你走路干什么嘛？那个是个还是个停车位，你停在那个地方，你非要去开这个车，你有驾照吗？你有？我是有，我以前开过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弄的，我只是为了想装逼一下，结果就变成这样子了。我也不是故意的。你真的是，这全部给我搞的，哎呀！那个，你好像你前妻过来了耶。什么情况？你们俩怎么了？怎么吵起来了？没姐姐，他把我车开成这个样子了，真的，这我气死了。人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人没事就好了，车拿去修一下就好了嘛。
反正你有那么多车。是的呀，对吧？对，我想你有那么多车，没受伤就好了。没事的，拿去修嘛。姐姐，你人来就好了，你为什么要带这么多好吃的？你是给我吃的吗？没有，我去今天去赶集了。不是，你不要转移话题啊！然后人家姐姐的东西不是拿给你吃的，好不好？放回来，好吧？啊，没事，吃吧，吃吧。放着，你拿去哪里的？我去拿给我姑姑买的。没事，姑姑买，不，来，听我的，不要给她吃，给她吃什么？来。凉粉吗？我还有带了凉粉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凉粉？刚好我还没吃饭。我也喜欢吃。来，你吃嘛，没关系，给她吃嘛。这里还有。不，来你吃嘛。拿去修一下。你真的是气死我了，真的。哎呀，不要生气了，报保险就好了。人家小姑娘大老远的过来跟你一起上班，不要生气好不好？又不是我要求她过来上班的，真的是。没事，她都知道错了。修一下吧，修一下好不好？哎，你去哪儿呀？哎，我去我姑姑家。姑姑家？啊。带东西对不对？啊。你怎么走路呢？没打到车，然后我就走路了。来，我送你，走。啊，你要不我送你？不用了，我就在后面那里。那个老乡，你不要送他，你先送我过去嘛，我要迟到了。迟到就扣你工资。那你送他嘛，送他。不用，不用管他，不用管他的，没事。来，把你东西放在后备箱，不远吧？来，没事，走。送他。没事，现在已经那个了，放在后备箱。到了。行。那我就还要回那个工地呢，就去吧啊！要不一起去上去坐一下吧？啊，我就不去了，行吧？等下次有时间走嘛，你们有时间再来吃。老乡，快点，我迟到了。哦，对，那行吧，那我就不留你们了。行，好啊，路上慢点啊。嗯，好。是哪一家？对，上面那家。哦，行，好，再见啊。好，那你们慢点啊。可以，好嘞啊，慢点啊。嗯，好，偶像，快点！干嘛？啊，都怪你！为了送这个老女人，我才迟到的。我跟你说，今天不是怪我，怪你！你为了送这个人，我才迟到的。你不能扣我工资的。你迟到怪我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本来就不迟到的。你为了送了这个人，耽搁了好多时间。今天8:30就开始上班的，你10:30才起来。但是都怪你的嘛，我本来就不迟到的嘛，所以你不能扣我工资，你是为了送这个人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今天的话就不算迟到，好吧？对的。三矿工啊，偶像不到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直够一杯酒一夜一下子变